Thank you.
虽然是短短的十分钟的表演，我相信这个排练过程应该非常不简单。在座的所有的特别来宾啊，校长们、老师们、同学，教协主席高吉拿督方延花学长，威省校友会总部教协财政拿督准拿督林锦荣学长，中林独中副校长许文龙校长，各位现任老师、历任老师，各位同学、各位来宾、各位媒体记者，大家晚上好。老大回来了是今年的主题，我是学号0013的洪孝辉，在座的各位还记得我吗？今晚能够代表北海中林第一届毕业生站在台上发言是我的荣幸。时间如白驹过线，母校也已经创校30年了。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各位同学向北海中林中学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表达深深的敬意，向所有的中林董事、校友、学长致以诚挚的祝福，向我们敬爱的母校道一声30周年校庆快乐，爱物中林。山高水长，情谊悠悠，当年的校园留下我们难以忘却的点点滴滴，恩师的教诲，同学间的点拨，灯下红卷的夜读，展示了我们求实、严谨、刻苦钻研的优良学风，运动场上的拼搏和竞争，团结与合作，暗示了我们的意气风发、昂扬进取的精神。文艺文化中，我们竞相登台，放歌青春，放飞理想，尽情挥洒青春的活力，造就了今天的我们。今天是我们庆祝毕业25周年纪念。回想起当初中学时期，我们是第一批进入北海中林中学求学的学子，承蒙各位恩师的细心教导，培育了一批国家栋梁。我们凭着优良的思想素质、深厚的理论基础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，在各自的岗位上秉承中林校训，积极进取，踏实工作，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为母校赢得了莫大的荣誉，也因此为母校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。各位在座的同学，我们都是同期毕业的学子，我们也是母校的儿女，难以割舍的母校情结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我希望在今晚的宴会上，我们能够充分的交流，给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多多提供意见，为母校的发展触谋献策。我相信在学校的领导、董事和校友的大力支持下，
母校会为社会培育出更多更杰出的人才。最后我想感谢这一次的工委会团队，没有他们的付出，没有他们的牺牲，不会有今晚那么成功的活动，也不会有好像昨天那么温馨的回校日。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总务陈永坚同学，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在整个筹办过程中举足轻重，就好像团队里的军师。我们的财务王燕妮同学把我们的账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时常提醒我们的债务状况。工委会的副主席蒋克仪同学是个不可遇的人才，大部分的筹款都是他一手包办，联络网之大可想而知。除了他们，还有副总务林聘辉同学、副财政陈林英同学，他们的付出把整个会议的事务变得事半功倍，谢谢你们。回校日总监谢清贵同学和小组的组长们，昨天的回校日所有的游戏节目安排、人手调动都是他们一手包办，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接下来我想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票务总监林春春同学，今晚的反应那么好，他功不可没。还有维持我们交通秩序的陈明潘同学，教师邀请及联络组梁美美同学，晚宴节目安排等事项王燕妮同学，陈慧娟同学为我们这一次的口号还有迎喜会庆的 logo 费尽心思，请你们全部都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回想我昨天，把握今天，展望明天，我真诚地祝福母校再创辉煌。最后我祝在座的各位家庭生活美满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身体安康，谢谢。好，真的谢谢准阿多曾文忠学长。北海中林第一任校长廖冠鹏学长，王家山副校长，北海中林毕业生离校25周年迎喜纪念铜钟赞助人，他也是本校家教协会主席以及董事高吉纳多方连华学长，威省中林校友会会长谢世雄学长，总务林景荣学长以及全体校友会理事，中林独中许仁龙副校长，北海中林第一届毕业生筹委会主席洪真理学长，总务陈荣谦学长以及各位筹委，本校诸位副校长、老师们、各位嘉宾、各位北海中林的第一届毕业同学及家眷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晚间好。我觉得非常的自豪，能够站在这边为大家讲几句话。为什么会觉得自豪呢？因为我看到我们北海中林的第一届毕业同学，那么不只是在这个离校25周年所办的一系列的活动，那么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、觉得非常具有意义的那种印象。那么在这之前呢，他们其实是在15周年的回校、20周年回校，他们都办得很好，而且呢，他们不忘了回馈母校。那么在每一次的聚会呢，都有为母校捐款。那么今年呢，为了庆祝迎喜25周年，他们更不遗余力的
听说就短短在25周年，短短的几个月，能够筹获20万令吉，200千。那么这个20万令吉呢？那包括75000领养本校的口琴合唱室。那么75000呢，捐献给蔚城校友会作为贫寒助学金。其实，在之前的连续3年，他们都已经捐献了40000给北海中林作为助学金，啊，这个是另外的75000。然后你们呢也捐献了35000作为家教协会，通过家教协会购买这个新的座椅给你们的学弟学妹们。然后另外呢，也特地拨出15000捐给独中作为常年的开销。所以，我身为现任的北海中林的校长，要跟你们讲一句我衷心的话，我对你们感到非常的自豪，请你们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。好，昨天呢，你们也办了一个回校日，那么从这个回校日的一系列活动，我可以感觉得到你们的那种很强的策划能力，因为我看到你们同学啦，还有家眷们玩得很痛快，而且又请了非常重量级的3位主讲人来主讲3个非常有意义的讲座，我也从头到尾呢，那么可以说很用心的聆听，只是很可惜的就是讲座会时间太短啊。OK， 那么我在这边呢，简略的向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的学校现任的校务啊。目前呢，学校共有150位教员，然后职工方面有34位，那么教职员加起来呢，其实是有184位。然后学生人数呢是2390，最新的资料。那么从中一到中五呢，我们每一个 form 呢，每一个年级我们都开11班，然后先修班是12班，所以总数呢，从 form 1到 form 6 upper 6，我们总共开了67班。那么每一年进来 form 1的学生呢，大约有400名左右啊。然后我们要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 SBM， 那么 BD3 以前叫 BMR， 我们都一直在全兵前10名的排名，就是10强，然后全兵10强。然后在2013年，北海中林同时跟这个槟城母校中林呢，获得教育部颁发卓越学校认证，马来文叫做 Anugerah Sekolah Kluster Cemerlang。 那么每一年我们将会获得100令吉作为举办课活动的开销。同学们，25年其实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。那么如果你们毕业的时候是18岁，现在绝大部分的同学应该是43岁了啊，那么有些可能是为事业还在起步，有一些可能已经是很成功的创业了。那么我们25周年呢，如果根据传统，中林一向来的传统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传宗仪式，所以我们很荣幸地获得了赞助人高吉纳多这个方言华，那么赞助我们第一枚的铜钟。这个铜钟呢，表示着我们那种爱武的中年精神，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那么待会儿这个仪式很可惜可能我不能够见证到，因为我们槟城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宴会，就是我们的董事主席大都郭显荣学长呢，他们的40周年，那么董事主席呢亲自交代我，可以的话尽量出席，因为他们要捐献1笔钱给母校，哦，所以可能在半征途呢我就要离席过去了，所以很高兴的
看到同学们很多校友呢都能够回校，那么希望你们继续秉持这个爱无终理的精神，那么时常有空呢抽空回来学校见见你们的师长，然后当然可以的话那么尽量协助贡献你的一些力量协助母校的发展。好，我的致辞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秦泰的合唱诗，返回正在听你来，掌声再次响起。
之前的时候，哈哈哈哈哈。Thank you.
陈中生校长，我也没有见过他。他在1952年
二月四号给马公强嫂子。有些人讲，校长你肯定是马公杀死他吗？因为马公的总书记陈平在他退休后写了一本书 My Side of Story， 而且出版英文版，然后出版中文版我方的故事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想杀死陈忠的校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很可惜，这是中民中学不能弥补的最大的损失。今天是同学们二十五周年纪念，离校二十五周年，我没有 miss 过你们十周年的纪念，在槟城华侨举办，对不对？校长有出席，你们十五周年我也有出席，二十周年在这个马路上，那时候礼堂一定要考试，我也出席。现在是二十五年，一届比一届更好，班上出色，给大家一个鼓励的掌声。当年校长长校的时候，有跟你们交代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一届的同学，你们是北海重点的开路先锋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令校长失望，很多旧的老师回来都竖起拇指跟校长讲，他们的 organization， 他们的 management number one 就是六。北海中民创办三十年，你们第一届二十五周年离校，我今天感触良多，感触良多。所以我的演讲，第一是讲喜的，第二个是讲忧。我们中国人讲报喜不报忧，但是这些都是陈忠文校长。你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回来庆祝你二十五周年纪念离校，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孝顺折起来的爱无中民的感召，对不对？你们充分体现和发扬光大爱无中民的精神， am I right？你知道吗？这个爱无中人是谁制造出来的？制定不是制造，制定的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中民第一个孝顺是公、臣、群、仆四个字。公是公正的公，臣是臣事的臣，勤劳的勤。还有布施的布，这是我们中民第一个孝顺，并不是爱中民。那这是第二任校长王全同校长并下来的。我今天好像看到一个同学跟我讲，他在日本。日本人最讲究什么？忠 loyalty， 对不对？我的同学告诉我了，如果一个家长的他爸爸在一大郡做工了，可能他儿子也在一大郡，他们很少办，因为他们很忠于他的国家那个公司。一个字 focus 很忠，然后我们华人呢 focus 很慢，孝字，对不对？农历新年如果我们家长有在，老远都回家吃团圆饭，清明时节一定上山拜祖先，一个孝字。那么我们中民
个爱字 ，Am I right？ 来，陈忠恩的腿是陈忠恩，他把那个 focus on I。今年三十年，北亚中年，我感触良多。尤其看到黄碧华堂、落黄碧华堂，我想起丹水落龙心，我怀念他。他出钱为了北亚中年，他一个很好的助手拿东吴有凤，他出力。我跟你讲了，当中林北海中林要成立的时候，很多把生命，很多把生命，如果不是吴有凤站稳他的立场啊，北海中林不可能建立起来。各方很多要要要很多生命，文是在后面扫播的，他出钱，我出力，你出来。所以今晚这两个人，我要表扬一下。还有我们晚期，当我看到这个钟的时候，我上个礼拜五出席围城中心校友会，老实讲，校长是老了。尤其当我们高进拿过 present 那个钟给我递进，我要林冠宇也在场，我要下那个梯级的时候，林冠宇扶着我下来，我才回来，我真的是老了。我们晚期钟林又出了晚辈，一个出钱，一个出力，我才那个。威神校威院内看到那个威神的特刊，哎，我看到校威先生焕然一新哦，美奂为伦哦。我当年我记得是相当简陋的，原来是我们高进拿到方彦龙他做主席的捐了一笔钱，那么我们的景荣谢长呢就出力，一出力挖出来。所以两个把那夏威搞起来，现在你去看很美，还有我们中林的全部的桌子椅子啊，换过新的，花了几十万，也是我们高进拿过做，方彦华做家教学会主席，那么还有一个得力助手，又是锦荣在后面帮忙的，回来吧。表扬一下，同学们，我现在喜是讲完了，现在我讲忧方面。今天校长所讲的忧方面，不是校长一个人的意见，很多人跟校长讲。希望校长也讲出来，因为他们讲校长，你敢作敢为啊，你有正义感啊。四年前的事情，我们中年庆祝95周年，我们的总会长那个刘景阔长。应该是他，你用总会长的名字叫什么？难道刘景阔长？应该是刘景阔，是不是刘景阔？啊？难道上个礼拜五他有来吗？难道张刘景阔那个总会长？啊？他遇到我在中年。当时他去学校要拿东西，他因为他早上去了，他忘记拿东西，他下午回去。那么我下午回去是做什么呢？我要看我们的北海光，也有 display 我们北海中民的，我们
两个人一见，他就捉住我，跟我谈了25分钟。他跟我讲：“校长，我们中林呢，现在不是 leader 了，我们中林是 follower。”意思讲，我们不是领导者，我们是跟随者。我想请问如何了？如何再见你的 follower 了？等下我告诉你这个典故，什么叫你的跟 follower？ 这是陈祖恒校长的典故。他讲，其实我们中年有进步，不是讲没有进步。我们每年走向前5步，但是别人的学校走向前15步，比我们多了10步。那么每年多10步，他们就比我们中年好了。他讲：“校长，你不相信？你看呐、啊，每次我们政府考试，我们都输给自己，有没有？”我们现在不只输给日新的，我们也输给怡保的三乐中学，也输给吉隆坡毕业的公教中学。我们终于变成 follower， we are no more a leader。 你听了会心酸吗，同学们？廖校长今天站在这舞台上，不是长人家的自信灭自己的悲痛，我不是，我就是也把一些我的总会长讲的事，还有很多校友对校长讲的事。我在1974年接任总理是高处主任，我的恩师叶振元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讲有一天他去校长室见陈祖恒校长，他整个脸很生气。叶振元恩师就问他：“校长，什么事？为什么你这么生气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刚刚从 Binary School 回来， Binary School 回来，我给他那个洋人校长气到不能够说话。”叶志远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他讲的：“你们中令啊，最好 follow Binary School。我 Binary School 已经100多年历史，因为 Binary School 今年庆祝建校200周年，他们是1816年建立。”我们中年输给他100年，他跟陈忠文校长讲，那个杨校长：“你跟着我们班啊，你的课程按时间表什么，你来，我告诉你怎样做。”陈忠文校长跟他讲一句话，他就明白了。讲什么话呢？中年 is a leader and not a follower。叶志远告诉我，陈忠文校长常常跟他讲：“中年做事要带头，中年做事要领先，就是 leader， 领导者。”真的，在40年代、在50年代、在60年代，甚至70年代，中年都是 leader。但是经过中年这10年了、在巅峰的时间了、有40-50年了，可能我们老祖宗讲一句话了，因为我们的陈仪啊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的智慧来的，他讲物极必反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讲，现在你中年的风水给自己抢去了，风水轮流的，但是风水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
而不是风水的，是我们中年内部产生很多问题。这不是好像我们的董，我们的夏威呢讲，也不是十年二十年啊，挨三十年来了，不是安尼。先生，我两个礼拜前在咖啡店遇到一个中年的学生，我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们韩江好妙哦！”因为他跟我讲他是他的孩子送去韩江，他是我们中医生。我说：“哇，你们要办大学了哦？”他说：“对哦，有要办哦。”我们陈忠文校长时期都已经准备了要办学院，要办学院。我曾经在中年九十五周年的时候，在《光华日报》发表一篇文章，陈忠文校长两项决定对中年的影响。现在我告诉你了，全马所有中学的，只有中年没有小学的。你去搞看，全马只有中年没有小学，槟城所有华文中学全部都有小学的。为什么没有小学？是后来陈忠文的停办，我们是小学做起，他停办，还要向上发展，还要办学院，他的 idea。叶志言恩师、梁润卓恩师、邱白石恩师，我当年进去中年教书的时候，我才三十岁，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还没有决心，他讲今天。陈忠文校长在的话，中年不是中学了，最少是个学院，甚至是大学。但是看看我们今天中年，人家韩江要办学院，要办大学了哦，我们中年还是在原地踏步，是不是 leader？ We are no more leader， we are follower。还有再看看我们中平现在感到骄傲的，哎，北海中平是作业学校了吗？槟城中平是作业学校了吗？ Nothing to be proud because you are not the leader， 因为就是在2011年啊已经拿了作业学校奖，我们还慢他两年啊。同学们，We are no more the leader。 你问了陈忠文睡在那个西方路的基督教场呢，他会安息。李光耀一句话讲得很好的，他讲你们管新加坡，如果你管不好啊，我死了我可以从棺材里面跳出来找你算账，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。那么现在陈忠文还没有跳出来，但是我讲这是中年的忧啊，忧虑的忧啊。郑义来在报纸发表，我们自信是全国国民心中权，我们 ranking 排第一，在全国2722间各研究中学，我们排22，那么坚定度，去年他们排第50，今年跳28位，排22。然后在全品呢，各研究中学嘛，自己排 No.1。很多校友看到我们，哎，要我们中年排第几？我们如今回行掉，我不在，我不在。中年是不是 leader？ No more the leader， we are the follower。 所以同学们，我这一番话出去，当然有正义感的同学一定欢迎，校长你敢讲真话。但是我讲我今天的学生都是为什么我的，对不对？
有些私利的个人的议程的，他还骂了我们的啊！你把我们中年的家族压压出去呀、啊，压压出去！哎，我们做人要有良心的、啊，我们都是中年人啊，中年人，不要没做良心做事啊！陈忠这校长啊，会来找你啊！他辛辛苦苦啊，建立你中年的、啊，你不要开玩笑。OK， 你讲他有多灵，他就有多灵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做书道主任的时候，我坐的椅子呢，陈忠文校长坐过，他用过的桌子，我用了9年了。叶志远老师用了25年，当他退休前，他告诉我廖公文，如果你不敢用陈忠文的，你可以跟叶永的校长讲，叫他买一个新的给。我讲我不怕，你做了25年，你没有事，我做下去我不怕了。但是他只有怕有提醒我一件事情。他讲光文，当你很疲倦的时候啊，很疲劳的时候，你不要坐在这张椅子那边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不讲，他不讲。有一天，因为我是 Grand Master， 我带我的学生警察去朝部，因为 Andrew Corrine 来常年前夜大底，因为我是广蛮的，我也是去抄，我抄了很疲倦。那天半夜，因为我要回去书道主任拿东西，我就坐在那台椅子那边，真的躺去，朦朦胧胧的，我看到陈忠文校长的影子。我说他，你长多年就多年了、啊，中年了你。他没有讲话，他看着我，笑笑，微微笑，我也跟他微微笑，我还叫他陈校长，他不讲话，他看着我，哥，我整个人吊起来。后来我才想起，叶志远老师们，你疲倦的时候你不要做，现在我才 realize， 原来他会显灵。陈忠文校长会写，同学们，我讲这番话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因果循环，做好事有好报，做坏事要等到他出发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我做错人，我做错。把中年不该讲出来，但是我要求我们的同学，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在北海中年读书的，你要督促他们用功读书，希望他考出来的成绩好过自己，这是校长对你们的期待，可以做到吗？14个字，当作今天跟你们聚会的。如果你有特刊的话，你就当作校长的题字。这14个字很简单嘛。第一行7个字：珍惜相聚的时光。I repeat， 珍惜相聚的时光。下面的句，同学们友谊永固，同学们友谊永固，就当作校长对你们的期待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也谢谢我的北海公民，真的给你们。
同学们都把它记在脑子里面一辈子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不要顾着拍照，这个隆重的仪式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来见证哦。
这就是我们的财政报告。好，就到此结束，希望今晚大家都玩得开心，喝得开心，但是要平平安安回家，好不好？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么结束前就回家去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《凭据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祝您这第一届的毕业生迎喜纪念。